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豹，我现在来到摩斯密码。那我现在真的要准备替我的 Xperia SD3， 然后重新整形一下。这一支我在刚入手的时候就已经来做全机包膜加保护贴。那因为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啊，它现在就是有一些损伤，像旁边这个包覆的这个软膜都已经有点损伤了。然后背面也有一些刮伤，所以我想要替它重新整形一下。那 Sony 最近在他们的网络商店推出了一系列的保护壳，那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在这个地方，好，这是它全新推出的保护壳，在日本有卖，然后他们把它引进到台湾的商店来。这个是 Banana 保护壳，很漂亮。那我之前已经装了，那现在就是把包装带来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接下来呢？我要贴的东西是这两片，一片是正面的保护贴，它会包覆到比较边缘，哦，它侧边有弯过去，然后再来是背面的保护贴。那两片都还全新未拆，所以我也还不知道包起来的效果会怎么样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开始吧。这是包完的样子，有没有跟原本的质感一样？就是一样闪亮亮，像玻璃的质感，而且非常滑顺。那正面呢、啊，你可以看到它的保护贴有做了曲面，一样有弯下去，然后质感也非常好。
然后看一下近拍一下上面的孔洞的位置。好，这边开了两个孔，喇叭孔也有开，然后四周围都有弯下去，所以这张保护贴真的是不错。那再来看一下它的保护壳，这边也拆给大家看，这个 banana 的保护壳，装上去的质感，好，这是原本的裸机的样子，然后再来是装上去的质感。也是非常好，然后正面也是全包覆，然后侧边有稍微开了一个孔，让这个手机可以直接这样包覆上去。可以看一下侧边包覆的位置，好，都有包上来，四周角落都有包覆，麦克风的孔也有留指纹辨识。那比较特别的是在这个地方有做吊饰孔，你可以把手机挂在胸口上，这是装上 banana 保护壳的模样，质感蛮好的。 OK， 这个保护壳目前在 Sony 的网络商店有在贩售，那它有很多种颜色，那我选的，因为我是白色银色的手机，所以我就选银色的壳。那我原本我想搭红色的，下次我再买一个红色的再搭给大家看一看。 OK， 就这样，拜拜。